我的病不是很简单的，不是单独是哮喘，还有发烧，还没有药可以治的。我是想我要死掉，吃这个扁康元很舒服，我要去旅行。徐院长，我一定要永远谢谢你的。我以前因为有慢性咽炎和鼻炎，经常会喉咙痛发烧，一直到没有办法工作的地步。我试了很多中西药都没有用，服用扁康丸之后，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，我现在又可以回去正常的工作了，我感到非常的开心。扁康丸，创造生命的奇迹。热线电话 800-210-5501。